我今天问你嘛，什么？你还再来？我不懂这到底在干嘛、欸？哎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出来讲啊！第一，他做的非常轻，他才差三四片，然后他渐退。好 ，nice， 就是你做到你自己 OK 就好了。有听到吗？重量是零，零。好上，上可以吗？嗯，下。好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没加重量都那么重啊？他刚刚发了三篇限动，他就在那边，又在瞎乱讲。他现在这样做呢，就是开战嘛，就是要避付的嘛。旁白哥抱抱，孙生横纹肌溶解住院，说被操坏的馆长直播还原现场打脸开战。我也有练，我怎么不去大叫？对啊，这个就是个人行为。哎，前情提要，馆长和孙生这两位网红本来是好朋友。我刚刚也是差点死掉。真的，电影都真的，会瞬间不能呼吸。九月初，孙生上馆长直播节目练腿、体验柔术，并坐下来访谈。孙生当下呕吐，事后横纹肌溶解，住院五天。小小院对馆长没来探病，记录他这档式的 YouTube 影片上架，片中为求戏剧效果，说馆长逼他你要再来，什么你要再来？我今天问你嘛，我不懂这到底在干嘛、欸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出来讲啊！馆长为了维护健身教练的声誉，开直播还原当天现场。第一，他做的非常轻，他才差三四片，然后他渐退。好 ，nice， 就是你做到你自己 OK 就好了。有听到吗？重量是零，零。好上，上可以吗？下。好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没加重量都那么重啊？他刚刚发了三篇限动，他就在那边，又在瞎乱讲。他现在这样做呢，就是开战嘛，就是要避付的嘛。不，你看这手就好不了，但没办法，就是受伤，就代表又成长一点。哎呀，健康平安最重要，但 emo 却难平复。截稿前，孙生发了五篇限动，都在针对馆长，预告也要开直播。我觉得大家吵架就像国中生。那个水准啊，那个语言能力跟逻辑啊，就像国中生一样，就像小屁孩一样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哎呦，你竟然用我的咒语来对付我啊，不倒。